一陣煮菜菜俾你食咧，好唔好？我哋食乜乜乜啊！好啊好啊好啊！嚟嚟嚟嚟嚟！哎呀哎呦！试下呢样啊！哎，嚟嚟嚟嚟嚟！咦！哟哟哟哟哟哟哟！哇！好食啊！好味道啊！吃盐来了！今天妈妈刚刚用筷子吃的，好啦。不好用调羹，今早刚过来了又开始用筷子。我这样也舀不起来饭。这样子那筷子，你喝。我喝。肯定不行。你快不紧啊？我怎么又舀不起来？嗯，哥哥可以啊。怎么办？阿拉再试试，快不紧啊，不要紧啊。阿拉是中国人，中国人都要用筷子，晓得吧？得到了吧？哎。是不是搁起来啦？开心吗？好，侬吃吧。是不是用筷子吃起来蛮简单呀？嗯，吃到了吧？好，欢迎大家啊！阿大先生，好。大家吃什么？大家万事如意。三姐妹回来把我想死了。你会回来多住些点吧啊。嗯行。See you guys tonight. Bye bye. Pa, Ma, 过年了，我给你们拜年了。要穿衣服吗？我是新年快乐。好，其他好。哎呀，走走，我这是啊，我的猪起来，哎呀呀，这是真正的猪起来，我哎呀，我是晓得猪起来，跟你说，多个人多双筷子，走，不要去欺负个小孩。哎呀，妈妈，你别气啥子嘛，多双筷子噻。哎呀，今天过年，我们高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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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兴。哎呀，我下去了，走。好了，今天东西特别多。好，傻瓜，再过两个月啊，我就当爸爸了。五谷丰登，长命百岁。好。